是呢，民进党的副总统候选人陈建仁今天出席了民进党立委柯建铭的活动，力捧自家人柯建铭。不过呢，打着科技立委的柯建铭，不止嘴上呢挂着科技产业，这回呢还请来了宅神翟本桥来交加持。不过呢，翟本桥倒是先表明立场哦，他说呢，政治跟商业应该要划分开来。今天我们把柯总召开放给大家。幽默开场，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陈建仁帮立委柯建铭活动站台，亲自出席力挺。想起两个人第一次见面，忍不住话家常。第一次跟柯总召见面，就是《萨子防治纾困条例》的要通过，柯总召当时一马当先，就帮忙我们协助。整个的协调，自家人当然力挺自家人，但另旁鲜少出席公开场合的科技代表宅神宅本桥，虽说同样现身力挺，不过一开口可先把界限划清楚。今天不是以董事长的身份来讲话，这个政治跟商业我们要把它分开。是，把话先说前面，表明立场，从创新手法谈科技，冲着就是柯建铭打着科技立委名号，要来大谈扩润科技产业，还找来科技人才加持，不过背后想顺势为选情加温的意味浓厚。欢迎新闻驻家松吕嘉恒台北采访报道。